麺がもっちり、お揚げがふっくら、ダブルだしも最高です。香味刺激的泡面让人食指大动，但近来在日本出现不用热水浸泡的料理方法，掀起热议。スープの素も入れちゃいます。水は目安の量を入れましょう。レンチンするのでラップをしてきます。只要将泡面移至耐热容器，微波三分钟，据说美味更加升级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。食ってみな。普通に食べた方が美味しいぞ。微波泡面一世成主顾，在日本网路成为热搜，不仅跃上新闻版面，标题写着截然不同的美味，连业者都认证，表示微波的加热方式能让面条更滑顺。微波泡面有多夯，就连干面也能如法炮制。更妙的是，有业者灵机一动，把沥汤汁的洞口做成抽签，吃面还能卜卦。网友直呼简直天才，也想吃吃看。而有的日本网友则撒上大量起司，改送入烤箱挑战西式吃法。泡面吃法百百种，就连南韩歌手华莎也曾经在节目中推出独创版，淋上大量的松露油，完成后再打上一颗生鸡蛋。只能说泡面在日韩大行其道，怎么吃都不奇怪。三立新闻金雪慧报道。